好啊，吃饭。下班啦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其实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你的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们复合吧。我跟他在一起后才发现他是骗我的，他没钱，又不成熟又不上进，不如你爱我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迟了？不迟不迟，谁还没有个选错的时候？那我，你原谅我吗？好不好？原谅是分人的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得承受什么样的后果。当初你觉得有钱又会甜言蜜语的人比我更爱你，所以你才选择了离开。现在我混好了，你又要回来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情侣之间复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一没钱，二不会甜言蜜语，让我怎么感受到你的爱啊？爱情如果是靠嘴巴说出来的，那你让哑巴怎么办？可你不是哑巴呀。如果身边有人给你喂药，饿了有人给你做饭，下雨天有人给你送伞，每天穿梭半个城市接你上下班，都比不上别人一句甜言蜜语更爱你的话，那我宁愿是个哑巴。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你作为男朋友应该做的吗？从来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在意你，我愿意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可你不珍惜。我现在可以学会珍惜的。阿虎，你未娶我没嫁，有机会弥补的。弥补啊！你从没有陪我从贫穷到富有，凭什么跟我半路享福啊？还有，我结婚了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，我怕我老婆会误会。